2012年嘅第44条，咁咧就话而家阿 John 咧就会不停咁喺呢度抽波啦，咁你最紧要系 highlight 住咧呢个 without replacement 啊，without replacement。好啦，咁佢抽到九先会停嘅，咁佢就问啦，要 exactly 三个 draw，咩叫 exactly 三个 draw 啊？即系话第一次你要抽唔到九，第二次抽唔到九，第三次抽到九，咁就为之 exactly 三个 draw 啦。好啦，第一次抽唔到九嘅 probability 系几多咧？就系1/6啦。第二次咧就因为少咗一个波噶啦嘛，咁咪1/5啊？1/2啦，啊，因为你少咗一个唔系九噶啦嘛。好啦，咁第三次咧就系1/4嘅，因为第三次你要抽到九嘛，咁得翻四个波，三个系九。好啦，咁啊乘一乘咯吓，咁应该咧就会乘到系20/3啦。咁所以答案咧就系 D for dot 啦。